有机芭乐在我爸已经坚持20年的年度下，我接下来之后，我想要延续这个有机的做法，让更多人可以吃到健康以及无毒的产品。我们种植的农作物单一为主的都是有机芭乐，那另外还有零星的莲雾、印加果、莲花这些东西。农场未来会走向比较多方面的经营，我在生鲜的基础下，我会再做有机芭乐干，那芭乐干来融入一些饼干，变成芭乐的雪 Q 饼，那它的果子跟叶子，我可以把它弄成芭乐的果叶茶，那把这些产品多元化，以生鲜为基础，加工品为副产品，那再开放农场，让更多的好朋友可以进到我们农场，吃得到、摸得到、看得到所谓的有机生活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平平永续买饼干。